定的曲目，还是先聊你们自选的？先聊。先聊狂流好了。我们比较想象这首可能是有唱演吧，因为这边有好几位是想要唱演的。嗯。现在我们这个队里面，能力者越来越多了。这还讲起来是应该要小小开心骄傲一下，越来越多人可以帮我分担整个团队的压力，我特别特别开心，而且大家其实都非常积极。那我要学习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带队方式，让这些能力者各自发挥各自最长的长处。我们是有一个昨天想到不知道能不能执行的，就是我讲说啊，你说啊，因为有感受到这个歌曲它是有一点像时间的倒流，我们想说就是前面的歌我们是往前的一个情境，然后去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到一半之后可能就开始是说东西倒着唱，然后到后面的那个 X part 的时候就可能就是一些那种身体被扯啊拉啊，然后就是那种也是那种倒着的那种感觉去做那边的舞蹈。韦伯是一个对于音乐很有想法和很有审美的人，然后他在我们的内容上可以给出非常好的意见。就没有人，那个唱没有人的人其实可以不见得一定要跳舞，就是比如说旁边人跳，然后你就是感觉是没有人，然后旁边对，很好，吃太饱了，突然多。他也是一个能量感染力很强的人，有他在的地方就大家就很开心。85克而已，吃完这个也还，对啊，也还好吃。他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跟大家打成一片，又能够招到一名大将，特别特别开心。哇，全吃光了，那些都能。啊？你吃了都能吗？吃了两个啊。吃了两个吗？哇，双对，双双对，一箭双雕。我是个狂牛，我来到一个新的这个阵营里，我想做一个快乐的调节者。当然，我希望也能贡献我的一技之长也好，或是一些建议也好。那如果他们喜欢，那当然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What？ 对，月送你们一个帽子。哎呀！哎，有后面有人，谢谢，这是限量的，哇，是我们的对帽，我事实上我跟韦伯也有交情，他刚出道的时候第一首单曲是跟我合唱的，可那时候并没有把他带红，他后来是自己靠自己的实力红的。有风哥对我来说就比较像是贵人，因为他给我机会出歌曲这样子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。到这次才真的跟他加了第一次的这个联络方式，然后就是我在他旁边，我感觉我还是那个20岁刚当 DJ 的那个小孩子，所以我很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。然后我跟信哥认识21年了吧，那时候我还是 VJ。那时候我们透过他们的公司的老板跟他们见了面，那也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聊天。然后2007年我出一张专辑，里面有首歌叫《瞎啦》。做所谓的这种摇滚说唱，然后在演唱会的时候有邀请他来做我的嘉宾，就很聊得来，因为信哥也是个很率直的人，跟谁都。就是他就是很喜欢笑耶。你会设计舞蹈，你帮我设计一个在烧烤前面的舞蹈。我是说真的，这样子，可以，对不对？武功增加了一个自选曲目，需要大家集思广益。幸好都有信哥最强的 vocal 在我们这边。我想到一首歌了，《十问》。为什么不行？这也可以烧烤啊。真的 ，It's my turn。他特别天马行空，但他其实也是音乐方面很强的。一定要大改编啊！所以后来另外那首歌就让信哥去做主，让他去发挥，让他找他喜欢的东西。然后自选歌曲有曲目了吗？信哥要不要来 Q 一下？你绝对想不到我想要什么歌。这一空主题是男人啊，我们就上网查关于男人的100首歌，开始找，还真的有给我翻到一首歌，男人哭吧不是罪，男人哭吧哭吧哭吧 ，no， 男人哭吧，男人哭吧，男人哭吧，
不是罪，男人哭吧，男人哭吧。哇，这个可以吧？男人哭吧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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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副歌他就会，大家一起就可以一起唱啊。我要假发，我要长全长头发，做个 rocker， 真 rocker。哎，这可以哦，这真的可以哦。我建议啊，我们八个人都可以上这个秀。我会把它改编得很凶悍的，好看好看。提出来这个重金唱这个《男人哭吧不是罪》，我觉得蛮开心的，而且。导演组他们居然接受了，中头奖了我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哥哥里面有跟刘德华熟的吗？啊，版权有问题。男人哭吧不是罪，我们刚查了，因为他是刘德华自己写的歌词，他自己写的，就是一般是不授权的。哎，哥，哇，熟哦。哇，我可以找到他。我们哥哥拍过戏啊，他很照顾，很提拔那个后辈，然后有事情他肯定会帮你的那种。男人哭吧不是罪。哦，你现在问他？哇，谢谢。所以我发短信给他，他很快就回我，当然可以。谢谢华哥。啊，那个华哥哥可以了。Yes。哦，哎，哦。你没跟他说，哥，你可不可以来演一下？超级 X 趴，华哥来嘛，来一起玩嘛。是他吗？没他，不好意思。非常非常幸运的，就是在我们这个阵营里面，卓西直接有他本人的联络方式。那接下来《男人》那首歌就有信导啦。当我完全交给他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去过问。哭吧。哭吧，它是有三个层次，反正整个全部篇幅都是很炸很燃，对，很轻松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。然后我觉得你要不要自己也录个和音在你的副歌里，好听一点的。对，鹏哥，对，嗯，好，谢谢。鹏哥这个变化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人可以帮助他担当不同的。学生，对，不对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对，这个是很认真的，对，他就可以慢慢的熟悉，慢慢推下来，放手，大家可以一起做，这种大家兄弟们在一起是一条心的感觉，真的很好。我身边有很多人，大家一起撑着去扛过这个压力，我觉得是我现在越来越放松的原因。来自于这一群哥们的支持和他们的义气，让我觉得非常有安全感。可惜已经武功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生日快乐！谢谢。Happy birthday！ 感谢！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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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身体健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，大合照，大合照。谢谢。哎呦，这么多人了，谢。This year。